雖然呢一座 K 十咧只係短短開業咗幾個星期啊，但係引起大家好大嘅興趣啦。除咗咧有大量嘅過江龍鋪頭進駐之外咧，其實 B 二層仲有一個幾大下嘅 food court 添嘅，總共有10個全新嘅餐廳品牌，價錢相對親民啲。今次就帶大家睇下有咩好食啦～